首先要把板放上去，手动操作它的控制，把板扣到这个机器上。这个板是有正反的吗？这个开关在这里。开关啊，在右边。啊，扣到这里。要扣住。啊，扣住这边。扣住这边有个开关。啊，把它封起来。扣上去。嗯。然后盖上。盖上机器。然后这个是个锁紧，按下去。然后按。这里是点动。哦，按一下它就震动一下，按一下它就塞一下，震动一下。这是点转，这是点震。啊。哦。按一下震动一下，按一下震动一下。嗯。然后把它转上来。转上来，然后把它拿出来吗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是我只是手动在操作。哦。